房屋过户手续。房屋过户是指通过转让、买卖、继承遗产等方式获得房产，去房屋权属登记中心办理房屋产权变更手续的过程。那么房屋过户手续有哪些呢？首先，房产证过户不经过房地产中介的话，需要过户双方把合同的条款和违约条款写清楚。签合同时，房产证的署名人必须在场。其次，申请材料准备好后，就要到房产局填写存量合同，存量合同上面的金额要和签订合同上面的金额一样。房产过户的申请材料都交给房产局后，按照回执单上面说明的日期去交纳税金。最后，房产过户税金交纳完毕后，就可以拿到房产证。